寻访过程中，有一个不太出名的犬种，而且还是实战性很强的一门犬术引起了我的注意。习武的人都知道，我国传统武术中有一门拳术叫八卦掌，它与太极拳、形意拳齐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拳种，流传相当广泛。关于八卦掌的起源，目前说法最多的是由清代河北万安县人董海川在江南游历时得到道家修炼的启示，结合武术加以整理而成的。因为董海川曾在清朝肃王府做拳师，所以八卦掌首先在北京一带流传，而后遍及全国，并传播到国外东南亚地区。目前北京八卦掌主要分为隐士、城士、凡士、梁士等几大流派，习武者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上回提到的徐世熙师傅一开始学的就是隐士八卦掌，而我又听说还有一支叫做天师阴阳八卦掌的门派，因为它跟董海川所传的八卦掌毫无关联，是另外独立的一支门派，所以引起了我的好奇。听人介绍，目前会这门功夫的人非常少，这个门派在动作风格和训练方法上还有着很多独到之处，动作漂亮又很实用，有人把它称作为实战性的八卦掌。此拳种传到现在已经是第十代了，现在的掌门人是家住北京的田克言先生。喜欢我还往前随您、随就随、我要推推倒您那边，对、推看你看，好，这样擒住了。哎，你是为什么这力这么走的？因为我跟你训练，你就是一双脚抓住了。对对对，你给我对抗力的时候啊，突然往那一晃，我就不回来了。这一点我叫你摔怎么摔？注意看，随力，你倒下了。第一次看田克言老师的训练，感觉特别像格斗训练，教的都是一些实用技法。你想对抗啊？像如果他力量比较大的话，硬从扳他脑袋是不行的。就扳他脑袋是根据他力的感觉，你比如他动，哎，脚抓住了。哦，变本力哈。必须得及时追上了，赶上他。就你变化在哪儿了，你的速度一定要超过他的动作速度，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是24岁那年呀、开始接触田克言老师的。哎，几年了？我今年46岁，22年了，20多年了。哎，那么就是说，在这之前呢，我也练过一些别的，诸如少林拳一些什么的，也练过。但是，就是我看到他们拳，就是看到田老师当时在，就是给别人讲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这门拳法非常符合我的心意。田老师现在做这事儿，他恰恰就在继承前辈的这个基础上呢，他把一些理论的东西，非常系统的把它在形式上展现出来。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太成名的拳术，但是有些都是技术比较单一，并且缺乏总结和提炼。而我发现田氏阴阳八卦掌却是一门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神形兼备的拳种。阴阳八卦掌是根据阴阳八卦的阴阳艮变原理、哲理来研究出来的。阴阳八卦掌它有八形啊，它取向这些动物，那么它出现了什么套路呢？有八形，就出现了蟒形、狮形、虎形、熊形、蛇形、马形、猴形、鹏形，这八形套路。它每一个形啊，分八个式掌。哦，每一个形又分八式。哎，每一式掌又分三成手掌。这样算起来呢，阴阳八卦掌，它是192成手掌，表演起来呢就是成手掌，成手掌，成手掌就说，也许一个记忆动作叫一成手，一个到三个或到四个成手掌啊，成手掌，它是根据套路在击打时的思维，根据一些假设的这个特殊情况，认为成功了，所以一成手掌。这个阴阳八卦掌我演练了，我看过好几次，我觉得很不错的。为什么说呢？从他的这个走圈换式，或者是走招啊输变，都很这个潇洒，都很矫健啊，刚柔相间，也是变化莫测。有关田氏阴阳八卦掌的传承问题，因为此门派与董海川无关，多年前也曾遭受过一些人的非议，还一度惹上过官司。
后来的结果证明，天师阴阳八卦掌的传承是有历史根据的。当时呢，在80年代以前呢，都认为八卦掌呢只是东海生所传，因为我们这八卦掌是明末清初碧云净云两位道人所传。要认真说起来说，那碧云净云道人的八卦掌谁教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只知道由碧云净云两位道人所传，这是我们的态度。现在有证可查的。有证啊，对对对，现在我们知道的就到为止了。现在来讲呢，在云南孟子县，还有关我们的先人田道兴，这个道长的一些传说，还有一些信物庙宇都在。他的这个阴阳八卦掌啊，是80年初期武术挖掌当中啊公开的。他的这一套拳，有它的源流，有它的风格，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技术理论，这已经写成书了，已经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天师阴阳八卦掌的发现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真是太丰厚了，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我们仍要去不断的发现、了解、挖掘和利用。陈岩的这个阴阳八卦掌啊，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是他们的家传，他父亲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可惜这10年以前呢他去世了。他从小啊就热爱武术，朝夕文呢、夜练武，也继承了祖国的武艺传统。他很刻苦，所以因此他的武功很精湛，武德也很高尚，武艺也是高明。他是天津塘沽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扛个大锅，被威达呀这个伸张正义啊从这个盐坝啊打过盐坝了，后来他失业了。后来呢，他看那时候日本鬼子统治中国，他看到了我们的女同胞遭受日本鬼子蹂躏，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上去一拳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一脚踢伤了一个，因此他在塘沽待不下去了，就逃到天津，后来就到北京当了工人。解放以后，他呢思想进步了，他们家传的武术啊开始传给外姓了，这外姓的这些跟他学的人呢都是有识之士。他这一辈子教的徒弟不多，也就7、8个，包括他儿子是吧，黑人在内，但是个个都是好样的，这叫名师出高徒。田可寅老师的父亲田辉先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武术家，功夫好还能著书立说，他除暴安良的故事听了以后让我很受感动。但是让我意外的是，田可寅老师开始习武时并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一开始呢不是不愿意教，他有时候担心什么，因为怕孩子在外打架惹麻烦，这可能是一般的老人都有这思想，在我爸爸身上呢表现得比较浓烈。因为从小的一个很好的素质，上学以后呢经常呢跟小朋友一块儿的打闹，逐步的跟一些比我大1-2岁的孩子一块儿摔跤啊，就所谓的格斗那个戏法，那时候我觉得非常优秀，我能一个人能对付好几个，有那种感觉，从来不知道摔疼打疼。那时候还没有练武吧？没有正式。其实要说起来啊，我已经介入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呢习武的时间就是很难用时间去断定。我父亲发现了我的特点了，有一次看着我摔跤，跟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摔跤。啊，你父亲？看见我了。看见了。他还说了，他跟我的母亲说了，他说这小子可真灵。我父亲在教武术的过程之中呢，好像我永远是个小学生。我觉得我练得不错了，他还那么严厉，从基础一点一点来。比如说我学了一个虎形的带扑掌，我练了多少遍了还认我什么都不会一样，从开始一点一滴的，第一成熟掌，第二成熟掌，第三成熟掌，每次还要我讲动作的要领，当时不服气，我认为很不错了。
这老人为什么还要这么教我呢？还要这么要求我呢？认为你都掌握了？我认为我掌握了。啊，其实不然。嗯，我父亲呢对我要求这永远是小学生，你没有最棒的时候。后来呢，也在我今后研究的阴阳八卦时，现在我也养成一习惯，老不满足自己的东西。这个力，就是这像这种力，其实像哪个门派，其实都要涉及到这些东西。但是呢，就是练习它、求道它的方法是不同。理论有了以后，你必须得实践。对对对。其实中国武术方面很多各门派理论都不错的。丁岩老师从小受到了父亲良好的教育和影响，特别是他在武术的传承和教学中，保持了父亲那种对学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拳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探索精神。阴阳八卦掌他在这个套路当中蕴含了很多实战性的这种手法，这种手法如果一旦真正用到这种实战的技击当中，是不是都管用？是每一样都是好使吗？哎，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能白白的花一时间练功，我们要科学的一边练习一边实践的去摸索这些手法。所以我们一起坐下来研究探讨一些手法是否能用得上。哎，就这一点啊，我打你这部位，你看能不能封住我？你要不能封住我，那下步你不应该使什么手法，你应该使什么手法，我会给你讲的。嗯，你要举这例子，注意，我要进攻打你这个部位，已经很什么距离了，封打，哎，好，注意看，你先抓了我，就抓了我动作，注意看啊，抓了我，能抓吗？抓不住，不能抓，抓不住，再做，能抓吗？也没法抓。所以说，在这时不要有抓你的意识，做动作。因为您自己也有这种实战经历，嗯，这是在实践当中比较有用的、比较实用的这种招法。是不是你有个重点，就是在研究当中？可以说还是一句老话，叫法不定法，事不定势，这是我练习阴阳八卦的初衷啊和认识所体现的一句话。但是呢，我对学生确实有重点的侧重方面的训练，比如说训练他们的距离感跟对方动作时机。如果说我进步啊挺老远的距离，这样进步呢，就是我跨步上前的时候会给你造成反应的时机，对，阻拦或攻击我。但是来讲有一点，有些武术谈到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问题，我不这么看。比如接近危险区，这是危险区，就是说我很容易差一点能够到你的时候，这是千万注意，他不进攻你可以主动进攻。如果假如说你教弟子要是目标是为了上擂台去实战的话，您的教学的方法和现在会一样吗？肯定发生变化。因为技击本身来讲，就是说它不是比赛，比赛不是真正的那种格杀，就是打斗，这个比赛是在有规则情况下的一种体育运动，而搏击就是搏击。我说这个搏击有真正的实战搏，就是实战搏击。碰他攻我，你看往回走啊，这就力的变化通过感觉去产生动作。陈老师，你这些手法在你的套路练习当中有什么根据没有？当然有了，这一招我做的是雄晃。哦，啊，行。那套路里边应该怎么做呢？就这么做的。在快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可以抓了，第二可以缠。你要用一个缠，你看。平时阴阳八卦掌中有一个训练方法挺独特的，我觉得它跟推手有点相似，训练的目的和作用也差不多，但却是概念不同的另外一种训练方法。训练的时候有点像其他拳种类似于推手的一种训练方法，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叫导啊，导数啊、哦、好像我上次我跟你讲了一次。对，导数，对，导数你现在就说在这个场景里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演示。可以啊，这导数是怎么一个做法？因为地方小呢，可能不太理想。嗯，但是呢，可以做一做。嗯、就说导数呢，它有个前提，一般师者给学生做，或者功夫比较好的师兄，给这个师弟做。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手法什么该放，什么应该封死，是吧？道术本来就是一种学习的手段，就是让学者了解手法的运用，他的感觉是什么，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走，你做动作，我给你打。好，因为第二下我可以不让进，那第二下为什么可以让不让进？注意看，他做的动作，他做的动作，对，我可以不让进了。那老师做的时候，那个就说，作为弟子来讲，你知道老师他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应该不知道，对，根本就不知道。那你就说弟子在使什么招，老师是不知道。也不问这老师说，也不能说，不可能，就是没有设计好，那不可能设计，就是完全按照就说这种那种实战的要求来做，是吧？对，刚才我讲这个动作啊，注意，他滚，我大腿时候他的感觉，注意看。下坐，嗯，你看我下一个动作，哎，摆开一腿就可以了。对，走，你看使劲，那作为弟子来讲，就说，你会不会有意识在，就说想办法让老师不能反制于你？对，他是应该这么做。应该是有意识，应该是，应该是有点给老师出难题的感觉。对，而且有时老师呢还被学生摔倒。哦，会有这种情况。对，为什么？因为他招数是给漏的。你比如说这个，我能可以进攻他呢，我可以打。对，这里可以给倒速了。就再接，我等他。再做。注意。然后在这时候，有可能他还做一些动作，倒过，为什么？我必须得吃他腿，在表面看他应该挑我，往里滚压，再做动作。哦，就我总觉得好像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大徒弟功夫挺棒，知道吗？就说他被老师这么轻易就撂倒了，我总是有一点儿觉得这个。这个例子可能不见得都是用的，还是有点配合的感觉。这个是感觉，感觉的问题。不是老师不行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我觉得像你这大弟子，他这种功夫练了这么多年的，不应该这么轻易就被撂倒。您说的可能那个徒弟对师傅是客气的，嗯，但是有一点，师傅不愿意让他们做，并不是他们就这么做了，确实。感觉是刚才我做这动作的时候，他想勾想撩我腿，可以，我现在注意看这力怎么回事啊。要不要不您试一试这感觉，因为我控制他腿了。在与田克言老师的交流中，我感到很过瘾。我发现他是属于那种不善言辞但很自信，特别欢迎别人跟他切磋较量，并且不在意输赢的武术家。对待这样的心胸坦荡、不慕虚荣的人，我在采访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各种问题，甚至可以随时跟他动动手。您看，您做一动作，全是做了，您镜头，您跟一般的八路堂讲穿人，是不是？讲穿是吧？好，您也给我那么做一个穿人的动作。这样是吧？对，这样，对，这样是吧？对，是不是那个？对，我这是这么讲啊，拨倒我，可我怎么做的？有两个例，比如说我你是这样，哦。你根本是动不了，你看下一步干什么？哦，这样，你看，这动作，哎，就是这么回事。对，你行，因为有一招吧，但是我不能完全叫你全使上。我知道，我知道那意思，就说我跟别的地方学过一招，对吧？你说，他是这样，转呗，你看这样不？对，你看没有？实际上，你看这样，就是我这劲儿一使，我等于说把我自己弄走了。对，你看啊。你使劲使不是？是，有俩一个打你灯了。还有一个方法也是我跟他们那个学的，就是学的不到位啊。就这意思，比如说船长，船长就刚才这个动作，对，我这么一使劲儿，哎呦，你看我没使吧？要不你试试，我都蹦到那里，我这脚过不来。因为有时候你根本打法假的，真不行。是，要不您再使几个劲儿。
啊，这个很小技巧，这就是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那种过去是摔跤那种像手别子似的啊，嗯啊。比如说我这个我引进来，比如说我引进来，啊，是吧？我引进来了，啊，是吧？嗯，我这进来以后呢，我要给你这么着，好，因为你试试，我也试试。嗯，你看看你做的时候，啊，要我身子我让站不住。对，我感觉是我在使劲的时候，我等于把这劲儿没弄，你看自己的姿势，啊，你看，对我本来我这么轻点注意点，对，就好像这很跟毛一样。平岩老师还有一个想法，是想把导数进行一定的简化和编排，作为一种健身方法在民间进行推广。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田老师的一个电话，说跟他学了十几年的韩国弟子又来北京了，并邀请我一起见见面。我曾听田老师说过，这个弟子是个武痴，尤其对中国武术的痴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每次来北京就吃住在田老师家，一住就是个把月。我很想知道，一个韩国人不学自家的武术跆拳道，为什么非要大老远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功夫？我也是在中国。一个东家，实际上不同哥们，那你征地，你比如说定这个，我用那个跆拳道有个方法哈，这好像是这样是吧？是吧？有这么一动作吧？跆拳道，这个动作如果你怎么办？这个动作我就怕切过来了。他说啊，他做这个动作，哎，你说，哎，我这当有时起了一动作，他切到对方边儿个性啊，因为他有一个就是，这是一盖脸啪，哎，我知道，他起板子那骂上我才骂这个，你知道吗？你我都不信，你还有一个，不用打，没事，你不用担心。说一下，儿子们啊，是吧？你得了说，有一个隔离锅，有一个隔离锅，对不对？经典。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武术一招法，一个打法。但是呢，这个打法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不说哪个门派了啊，就是比较不提门派多一点吧。보통아까얘기했보통얘긴장이되더라고레이치가담아이렇게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这个啊，这还有打法，它也是近身，近身走，跨上走，夸夸上，这么走，这样这么走，知道吧？它也是往脸上走，一个打啊，一个打，关节，对，往那对，完全完也是近身，近身走，往那走，往里走，哎，还可以。就这一个뭐이걸로진짜사용하는게무슨있단말인가이게없단말이야실제로근데놀랍게도언젠가이게다그냥이게막이고음들이하는그런형태에막이어떤그我给他翻译啊，这田老师的那个阴阳八卦掌不是套路那个不是出来了吗？光盘，光盘出来是出来了，不过他觉得一般人看。只能看外在的那种漂亮，啊，能看得出来，让他看确实漂亮潇洒，这一方面是他可以看得懂。里头的身法当中是什么？像近身的时候是熊的力量啊，就远一点的是横行啊，打到啊，这样的这内在的有几个人能看得出来吗？有一定境界的人。当然能在套路当中他能看得出来，这个这样好的武术啊，这么好的一个就像宝贝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很遗憾的，作为中国人就不知道这个好，这个好坏啊，他觉得很遗憾的地方。这个你听说过阴阳八卦门吗？知道什么是就是一个韩国弟子之所以痴迷于中国武术，是因为他从田老师的阴阳八卦掌中尝到了极其的甜头。有一年，他的弟子就是因为练了阴阳八卦掌，在全国搏击比赛中拿到了冠军，一时名声大噪。但也有很多人不服气，怀疑他的弟子用的不一定全是中国武术。他头一次那个取上第一名的那个学生呢，他以前学过别的武术嘛，所以别人都认为啊。他是有自己功底的人，所以才能冠军啊，得冠军啊。他不服啊。第二次呢，他找了一个没学过武术的人啊，就专门学阴阳八卦掌的啊，不是他就教一个没有学过没学武术的啊，专门教一个。他
他都已经学过柔道啊，什么各种都学过哈、嗯。所以没学过的人，我教，我让他得看看行不行。啊、哎，第二期他又教了一年，嗯，哎，又得了冠军。啊、嗯、啊，这说了，我就我你们不服啊，这个人头一名，他是带艺的啊，那行。我这回我给你弄个没有带艺的，没学过武术的人、嗯，对，我照样可以让他得冠军，信不信由你。嗯，用事实来证明。事实来证明，武术他说的总的来武术不用吹，你在自己在竞争当中得冠军，那才是有说服力的。80cm 그리고 79.5kg으로 이번에 결승을 통과했습니다. 홍지표 선수는 지난 16강 경기에서 합지도의 김주원 선수를 꺾었고 앞뒤수 자 마운트 풀인데 승리를 거뒀습니다. 카지리 선수가 결국 그래플링 기술에서 홍지표 선수에게 무릎을 꿇고 마른 모습이고요. 홍지표 결승에 먼저 안착합니다. 从小开始他接触一些中国的那种周易，就是八卦之类的，就这样的东西就接触过小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想法是能不能学到像中国那个跟周易有关的武术。后来接触的是内家拳太极，后来又接触那个阴阳八卦掌之后，哎，他才知道什么叫跟武术和周易结合在一起的武术，就这些。为什么没有学跆拳道？태권도는原来是，虽然泰拳道也是在世界也是算是有名的一种拳种，也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身法什么都有。不过呢，泰拳道是他从小接触过的武术，不过他向往的就是一种神秘，带一点神秘色彩的，就像内家拳之类，这样带神秘色彩内功之类的，向往中国的那种武术，所以呢，开始把目光投到中国来学中国武术。他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中国的武术，中国人不知道这种宝贝还在中国以外，很可惜。所以他说服老师，让他把这个。让别人也跟他一样荣幸的一起，也学习这两道吧。